艺人郑元畅、杨宗纬跟黑人陈建州在星期假日和上万名的民众一起走上街头为儿童健康募款，三个人手拿了 LOVE 的牌子，要与大家一起一走三公里。儿童的身心健康非常重要，而家庭就是让一个小朋友他的心灵得到一个最健康的一个避风港，也是一个温暖的家。 对，所以希望说今天大家这个三公里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就是啊，把它走完，然后为自己的健康啊，为自己的家庭做付出一些心力，这样。而对于能够回到家乡做公益，郑元畅是感到相当的开心。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实有点小小的心酸，就是心酸酸酸的，因为感觉就虽然是台中人，但是台北发展。对，然后通常就只有工作的时候才回来，然后跟爸爸见面的机会很少，所以希望就是台中的工作机会更多，然后我就干脆就来台中工作好了。接下来郑元畅就要远赴印度做公益，希望到时候能将爱心带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搜狐娱乐播报，台北报道。